欢迎来到我们彰滨秀传微创手术中心。医生，请问您贵姓大名？毕姓温，温胜成，来自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那你是从哪里得知我们这个课程的？我从张贴的海报得知这个讯息的。对啊，然后而且学会，我们泌尿科学会也都会寄信跟我们讲，就是这个事情。对啊，就鼓励大家参与这个活动。那你觉得我们课程安排跟流程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啊。对啊，所以其实可以从那个老师讲的一些影片中得知一些手术的技巧啦，避免自己走一些冤枉路这样子。不过实际上，但很多东西实作部分还是要自己在练习啦。对啊，以及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希望在实作的时候，老师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一些建议会更好。对啊，不过整体上其实是收获是还不错的。对。那你觉得这个动物实验对你就是在临床上有没有帮助？有啊，一定有，因为有些没有试过的一些方法和一些缝合的方式都可以在猪只上面做应用这样子。对，那之后会不会再推荐你的同事来参加？当然会啊，对学弟妹或者一些腹腔镜还没那么熟悉的一些学弟妹，我非常强烈建议来这边做学习。对。